许不见，从那天起感觉已经悄悄离去，看不清的身影是我还是你，心里的雪不再流，呆呆的目光是那么迷离。我问了半天，他才告诉我您的手机号。甜甜，来，快！好了，跟妈回家啊，走吧。慢走啊。哦，谢谢您啊。对不起啊，妈是给吓糊涂了。你想想，你从小长这么大，妈动过你一个手指头吗？你爸这一走，这没有男人的家，你根本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咱们必须得自己保护自己。甜甜，你必须要远离那些危险的地方，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你不许再去网吧，也不要再和夏波那样的男生来往。你发誓，妈，我答应你。妈知道，你是最让妈省心的孩子了。哎呀，谢天谢地，总算没有出大事儿啊！哎呀，这跟了一个大男生又去了网吧，这哪像咱们家甜甜呢？孩子太伤心了，故意做出我离经叛道的事儿。你来了，哦，学校午休，来看看甜甜。她昨天晚上睡觉了吧？睡了几个小时。哦，天气预报有雨，我就不去了。哦，你跟她多待一会儿吧。听说买了明天的机票了。一鸣，你别怪我。把不愉快的事儿都忘了吧。都过去了，替他干嘛？其实我也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和小杨好好过，别晚上在办公室一待就是半夜。再要强的女人，都希望自己的丈夫多在家陪着她。广州很热，也很潮湿，你多注意身体。
特别是你的胃，你自己多留神，尽量少喝酒吧。我会注意的。小米啊，我没想到我的走给甜甜有这么大的触动。咱老觉得孩子还小，其实他心里什么都懂。你以为他对你没有感情吗？你给他买的那条围巾，他一没事就拿出来看，宝贝的跟什么似的。其实，你和小杨结婚，他可以调过来，我不会来捣乱的。甜甜心里特别希望你能留下。算了，哎呀，我这是痴人说梦。我还是再往你卡里多打点钱吧，我知道你最近手头有点紧。不用了，你要结婚，建个新家，什么都得花钱。我要是和甜甜过不去了，会给你开口的。我走了。本来想请你出去吃的，已经打饭了。哦，有什么好吃的？我看看。哟，看着还不错，给我也来一份。啊。哦。甜甜，舍不舍得爸爸走啊？这个问题爸爸问过很多次了，你想听哪句？我说舍得，你就会心安理得的走。我说舍不得，你是不是打算留下来呢？以后中午别再为了省钱吃豆沙包了，答应爸爸。妈妈怎么什么都说？经济方面有大人操心，你放心，我会对你负责到底的。我知道你妈妈在保险公司处境并不是太好。妈妈只做了你给我买的那一单。走之前我会留下一笔够你们俩过一年的生活费，帮妈妈度过这一阵难关。她不想要，我先放到爷爷奶奶那儿吧。你总是高高在上，你根本就不了解妈妈。你听我说，我和你妈妈已经结束了。我看见妈妈为了拉几百块的少儿险，都快给守车棚的刘大爷跪下了。妈妈她总是装出很强很厉害的样子，其实她一点都不强，心肠也最软了。看见餐厅宰兔子，她都会心疼的掉眼泪。虽然爸爸跟妈妈离婚了，可爸爸你一直是妈妈的精神支柱。爸爸要是走了，妈妈她会一蹶不振呢。你真的就一点都不关心妈妈的死活吗？周老师，想起一些零碎还没来得及收拾。女儿从来没有这样指责过我。让我吃惊的是，她的某种洞察力。在我们离婚，还有我再婚这两件事情上，她一直表现得很平静。到今天我才知道，她想的很多，甚至比我想的还多。说实话，这既让我感到震惊，又感到内疚，同时还有一种悲哀。
我和安小米离婚，女儿天真活泼的少女时代提前结束了。您是不是动摇了，怀疑了？现在让我最担心的是，安小米在目前这种状态下能否教育和照顾好甜甜。我原本以为把甜甜交给一个能够为她全身心付出的母亲是最放心的事，现在我开始担心了。不会到这会儿又重新权衡去留的问题吧？明天就走了。我打电话去订座位，他们说已经满了，我骗他们说是过生日，他们才答应啊，想办法弄出一张桌子来。那家餐厅很有名的，但是最后的晚餐吧。这话说的，最后的晚餐。大姐，您看看这保险吧，这里边总有一款适合您。真的，您看看。这样，大姐，您可以啊，随时给我打电话。这是我的名片，行吗？来，您拿一张看看。哎，大姐，你那茄子可真新鲜。走吧。等等，等他离开咱们再过去，否则他会难堪的。好吧。你买保险吗？来来，给你看看，给你看看。哎，买保险吧，你看看，可以考虑考虑。考虑考虑啊，可家庭的生活费和孩子的教育费是不会等您考虑的，保险就等于是将来您家庭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大姐啊，你可真会说话呀。这样，我给您一份资料，您回去先熟悉一下。给，给这俩。好好好。哎哎，干什么你？干嘛？臭流氓！我是你不忙，你当街拉客那就是鸡呀。我说啊，你可比那鸡气质高多了，你可别装坏了。放手！放手！放手！你谁呀、啊？你他妈活腻了你、啊！我是他孩子的爸爸。我是他孩子的爸爸。轻轻脚步漫无目的。深深情伤纷纷离离。这里的牛排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是。
其实牛排最好就是四分熟，就你每次都要一熟再熟，九分都不止了，味道就差远了。周一鸣先生在梦游吧？啊，你说什么？刚才在外面听你喊出那句我是孩子他爸的时候，挺投入，挺有感情的。你怎么拿别人的痛苦不当回事儿呢？啊？我说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火？安小米都活到这份上了，你对他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你让我看见他在大街上让人欺负，扭过脸去见死不救吗？我是那个意思吗？行，你要想救他，那你救到底呀、啊。干脆有个流氓就算救他了。我不想吵架，至少不想在这儿吵，啊！我知道你有话想说，我听着。是这样，我刚刚想到一个方案。我们先结婚，我留下来陪女儿一两年，等她考上高中以后，我再到广州和你团聚。你忘了你已经调走了。汪副校长表示过想留下我的意思，说能想办法把我再办回来。我知道你不想调过来，我们可以利用每年两个半月的寒暑假见面，我也可以来广州陪你。现在通讯这么发达，网络视频聊天什么的。你女儿读完初中还有高中，读完高中还有大学，读了大本还有硕士、博士、博士后，哪是个头啊？对不起，我知道这对你很不公平。原来你还知道，你一再出尔反尔，将我置于何地？一鸣，你到底爱不爱我？你不爱我了，我要你说出来。我当然爱你，菲菲，可是我现在真的是分身无数啊。我现在算是了解你们男人了，甭管嘴上怎么甜言蜜语，心里最重要的还是你的家。离了婚，一门心思的想着还是你的家，可我也是你的一个家呀。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广州等你，我经常睁着眼睛到天亮的想着你，我终于盼到了，以为自己很快就会有个家，可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在你身边所有的朋友里面，我还是那个最不重要的。我朋友早就劝过我，叫我不要跟四十岁的男人谈恋爱，说他们是中年危机，是青春饥渴，小心成为他们危机和饥渴的对象。现在你的危机过去了，又想回到你老婆孩子那儿去了。菲菲，你怎么能说你对我不重要呢？你都不知道这两年我是怎么煎熬过来的。可生活就是这么残酷，且不说我还有七旬的老父老母，我看到女儿为我的离开变成那样，看到安小米的生活现状，你说我还能走得了吗？菲菲，一直是很善解人意，很同情大理的，你应该能转过这个弯来。对不起，我可能会让你失望了。
思琪，我半个小时以后到你家，麻烦你让樊涛去周一鸣那儿取下我的旅行包。需要好好的、冷静的想一想。如果你要跟我走，明天我们飞机上见；如果你要留下，这可真成了我们最后的晚餐了。常常身影飘忽不定，流水心情隐隐，笑笑人生哭哭泣泣，昏昏街灯心迷离，静静脚步慢出，深深情伤纷纷离离，仿佛看见你的脸，喜怒哀乐就像一个谜，曾经有过的狂风卷去，脚步漫无目的，冷风思绪算出，深深情伤纷纷离离。周老师，他怎么样？样子很可怕，我觉得他杀人的心都有。也没法让你做。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他的东西麻烦你了。我想一个人安静安静。
时间不早了。该进去了。别看了，他不会来了。你们多久去广州？我好好陪你们玩一下。嗯，快进去吧，别晚了。没想到他会落得这个下场，太凄凉了。哎，爸爸是来跟我道别的吧？飞机几点起飞？爸爸不走了。爸爸不走了。孩子，你说什么呢？你疯了吧你？说胡话呢？哎呀，爸爸不走了，我该上课了啊，我挂了。哎哎，甜甜，喂，师母啊。喂，樊涛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一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小杨他一个人走了。哦。
小姐，你可别吓我啊。行啊，想哭就哭出事来吧。不至于吧，周一鸣一走你人也傻了。周一鸣没走。没走。作为博士点的学科带头人，我深感肩上的责任之重大。我们将以出精品、出人才为目标，把我们的博士点建成同国内外学术先进水平接轨的世界文学教学科研基地。小周啊，今天你真是闪亮登场啊。哪里哪里，我是给校长吹喇叭呢。这回我可要表个功，把你档案和关系再办回来还真费了不少心思。谢谢谢谢校长。哎啊，那我等等去我办公室，有人在那儿等我们。本来他也该参加今天的成立大会，飞机晚点嘛。谁呀？给你挖个人，里昂大学法国文学博士教授，40刚出头。里昂大学那可是法国文学的重镇呢，我还真想见见这位仁兄。请。校长，这位是我们博士点学科带头人周一鸣。你好。你好。这位是陈婉如女士。你好。你好。也就是你说的那位仁兄了。对不起。真没想到我们博士点来了个女强人啊。以后请周老师多多关照。彼此彼此。哎呀，有二位在博士点我就放心了，希望你们通力合作。哪里哪里，周老师应该是我的领导，以后多多关照。来，哎，坐坐坐。抱歉，我应该打开我的行李去了，你们聊着，我就告辞了。好，那改日再聊。好的，再见。嗯，再见。哎呀，看惯了穿着80年代服装的女教授，这位还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对了，小周啊，下届学术委员会的选举快开始了，我打算力挺你做委员会副主任，意下如何呀？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考虑过，我还是想把主要的时间精力放到研究和带博士生上。这不矛盾呐，对你的教学科研有益无害，考虑考虑吧。哎呀，小周啊，你的又一本大作快杀青了吧？啊，出版社的清样刚刚出来，正在做最后的校对。好好。哎呀，还是你好啊，可以全身心的搞业务，不像我俗务缠身。这几年除了主编2本教材，一本像的专著都没拿出来，想起来都汗颜呐。哪里，您主编的那2本教材可是国家级的重点教材，分量可不轻啊。那也只能哄哄外人，换汤不换药，找2本现成的教材，框架体系上稍微变动，章节顺序上稍作调整，文字表达上处理处理。我坐在副会长的位置上，屁股下面火烧火燎，都想主动请辞了。哎，你那本大作署名就你一个人吗？是啊。啊。哎哎，喝水喝水。啊，谢谢。
汪副校长吗？我是周一鸣。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搅您休息了。是这样，明天我想让小王啊，把我那个专注的清样给您送一份去，麻烦您给指教一下，提点建设性意见。哦，对了，我那专注的封面也想请您提点意见，我这就 email 给您。哎，谢谢啊，谢谢，哎，再见，嗯。甜甜，哟，起来啦！快点去洗洗，早餐马上就好了。你几点起的？比你的哈佛女孩早。嗯，有眼屎哎！哎，快点铺了铺了。快点去洗洗洗洗，要不洗不干净不能吃早饭啊！甜甜，妈洗好了啊。嗯，来了。不好意思啊，牛奶都铺了，就想就会这么一点儿。跟你爸一样，一煮牛奶就铺。遗传基因。哎呀，完了，妈，这鸡蛋不用煮的快成化石了。我看看，嗯，是是够硬的。哎，不过豆沙包不错啊，完好无损。第一次做饭不错啊。来，妈。嗯。嗯，小心点，别噎着啊！喝点牛奶，快。嗯，赶紧去吧，别老逗你妈了。嗯，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下辈子我来当你妈妈，我现在先体验一下角色。我叫安康，你叫永远，一个温馨世界，爱心不孤单，庄严的承诺，风雪不严寒。情与情相连，梦与梦相牵，真诚永不变，大陆是长安。娜娜，下午跟我去我婆婆他们家吧，今天他们二老结婚45周年纪念日，叫上丁友和超超一块儿去。干嘛？吃大户啊？人多才有气氛嘛。从周一鸣留下不走，你们还没见过吧？想我们给他制造一种家庭气氛，让他眼热啊。话说白了没意思了。啊，我发工资了。我这个月业绩不太好，五年以下的二手房交易税啊都上调了。我们公司主要做的就是二手房交易，这还算好的，好多小中介都关门了。现在啊，做哪行都不好做，别泄气，慢慢来，也别像以前一样老跳槽，老跳槽其实也是一种资源浪费。缠着我抢了好半天的外星人，哎，今后啊，每月我们争取存1000块钱吧。超超他越大，花费就越多，什么学费、择校费，再报个钢琴班、武术班什么的，哪样不得花钱呢？这每月还得还2000块钱房贷呢。啊，好，我也没什么用钱的地儿，一月就你几包烟。以后别抽劣质烟了，一时半刻戒不了，至少也得抽10块左右的烟吧。
钱呢？都在这儿，我没上锁，要用啊自己拿就是了。你就不怕这么相信我？是你自己非要签的约法三章的，姓刘怨我啊？其实啊，我也不是要防你什么，我就是要让你知道回这个家不容易，要你知道珍惜。我知道，知道。娜娜，我一定好好做，争取弄几个大的。现在啊，是我们两个人挣钱啊。要是把这套房子贷款给结了案，以后就轻松多了。毕竟啊，借着别人的钱心里不踏实。可话又说回来，30多万呢，哪这么容易啊？这买的还是二手房呢。你也别太有压力，跟表姐比啊，我挺知足的。丁勇，嗯，我们好好过，好吗？好好过，好好过。悄悄地。